YouTube 的频道，那今天我们把我们的影片拍摄现场，我们拉到那个我们的圆山饭店哦，346的展房啊。那本地今天呢是帮 Everson 哦，在做一个算是年终的一个促销的活动，它、啊、也是一个、哦、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国民雷射大电视的 LS300 型哦，它的一些。配备还有包括我们的今天的一些剧院的 2.1 声道、哦、那医生今天是要推 2.1 声道，是我们现在目前的现处的环境、哦、都是属于小客厅，那我们用很简单的 2.1 声道，用两个声道再加一个超重低音，就解决了很多用家在整个声音的低频的部分以及在主声道的部分都能够呈现很棒的一个声音的表现，那透过我们的 AV 扩拉机也好，或是两声道扩拉机都可以展现一个很棒的，不论是在影像的部分、哦、我们有高画质的这种雷射电视、哦、可以满足一般人想要拥有100寸，他觉得这个单价非常的遥不可及，但今天我们很兴奋的跟大家讲，我们推出这个国民雷射大电视现场的特惠价，价格非常的亲民，而且画质非常的好，然后透过我们串流，不论是它内建的这种安卓哦视讯盒，以及我们的外接 Apple TV 也好，可以呈现非常多样性的一个影音内容哦。那今天我们就大概跟大家介绍了。那我们的主系统呢，我们是透过我们马鞍子的 AV 扩拉机 SR5015， 跟我们现在目前最算是看电影听音乐两极于一身的 JBL4309 号角式的扬声器书架型，然后再结合我们 Real HT1205 的12寸的超低，那现场我们也有带来了、哦、最新的 T9X 以及我们的 Real S510的超重低、哦、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来我们圆山的展房、哦、体验一下我们这 2.1 声道以及我们国民雷射大电视100寸，那也可以加到120寸、哦、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在这几天当中可以拨空来参加我们346展房、哦、所谓带给大家一切的这些精彩的影片分享给大家，那当然这些、哦、接线的这些细节的部分、哦、医生不在这边赘述、哦、我们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有关我们展房的一些信息，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播一段影片及音乐给大家欣赏一下。집으로돌아가는길에지는햇살에마음을맡기고나는너의 It's one of life's mysteries, sir.在这展览当中呢，其实每一个音响展的展房，包括我们的、各大代理商也好，或者是经销商也好，都来这边、准备。其实、经销商或代理商也好，都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做预先的准备哦，因为毕竟在很短的时间当中，要把所有的设备都拉进来，然后把它的声音及影像调好、哦。那相信对整个工作的团队，都是很大的考验。
那当然这个最终还是为了要服务我们广大的、哦、这个音乐迷来去呈现最好的一个影音状态，好来去分享、哦、给我们所有观众，也期待大家的莅临、哦、那以上的影片介绍就到这边，谢谢大家。